相信吗？华人第一个现代舞团云门舞集，竟然是从古朴宅邸的前廊开始的。华明老师吼，五岁时阵吼，真爱吼就厝野人吼，有关迄个阿叔阿婶啦，休困的时间，佮大家伊阿拜拜伫这下底，我然后徛伫迄个所在，伊佮底下讲故事，我底下跳舞。我就表演给大家看。这里是林怀民的新港老家。1933年，祖父林开泰医师带着13名家族成员搬进这个融合了闽式、日式与西洋建筑的宅地。前方紧邻街道的是看诊间，药柜里摆放了当时最先进的药品与医疗器具。抗生素、皮利西林，以那个时代来讲是非常新、非常新的物件。好，洗目睭的那个刀器具。当时留下的诊疗椅90年历史了，仍然写着“请坐”两个字。您可以坐一下，它可以完全把你的脊椎听。哦，我知道它那个弧度了，符合人体工学。读书间里摆了张不起眼的书桌，却是正在书写论文者最想借用的地方。家族成员43位，这43位里底出15个破书。也是习俗，你家好，啊，不是要叫你家好，写论文。起居室里有医生娘的百年风情嫁妆，墙上陈列了林开泰医生写给未婚妻的信。厨房里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双面橱柜。旁起来熏，也当啊，下这个所在关系变，也当为家旁过啊。只是这么一张小小的餐桌，如何容得下一家40几口人吃饭呢？我最常是因讲讲分三批啦，坐一关迄个大堂小位，先去家己读册吼。时代变迁下，林氏家族的故事在这里上演，让游客小确幸不断，处处是惊喜，就是很利用空间。以前人的东西真的可以用比较久，就比较坚固。林开泰诊疗所旧宅培贵堂历经2年修复开放了，要让游客以不同的角度认识新港。 TVBS 新闻纪建亨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